什么的，最讨厌了。啊？我的霓虹优待一时间，怎么变成女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、啊？我不过才几个礼拜没上线而已。好，各位观众安安，我是哲平。霓虹优待一时间，已经很久没讲这个了。啊，我也很久没有录崩坏学员了，因为其实这些电脑不是很给力啊。不过今天1月6号听某位小粉粉跟我讲，某位小朋友跟我讲，今天有改版，还说可以挑战我。还是把我打得很趴，所以于是呢，给我小心一点。没有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于是乎，因为其实之前那个版本的那个哲平我的版本的那个 BS 啊，就是改坏掉了，所以一直很不知道该怎么拍啊，所以好险影片还有库存，所以。还没到最新，不过应该也是时候要来录新的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这平台显示卡也爆掉，玩剑灵玩到烧掉，所以就是等一下可能会很那个，请见谅。搞不好说这么多，等一下就把它卡掉。好，我等一下来学一下。女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大陆口音。女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，女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对不起哦，我的 iPad 开着崩坏学员，难怪让我登进去，哇嘞，太搞笑啊！不好意思。又来一次了，嘿，可能你会觉得，哎，哲平，为什么你今天可以录影？因为我室友他们去夜市了，所以赶快录影，赶快结束。女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。哎呦，到时候他们一进来听到我这样讲，我哎呀，一起笑啊！你以后又带死给，从此要变成你变什么的最大很跳痛欸，不能改回来吗？好，总之就是好像是1月6号的新改版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做个改版影片啊，耶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你以后有什么的最讨厌了，你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，一直连不进去哦。好，来了，好，照样开场。哼，你朋友什么的最讨厌了。好，欢迎大家到直播的崩坏学员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呢，因为其实直播我已经很久没有录崩坏学员，因为那个电脑显示卡烧坏之后，其实崩坏学员是一个很吃网络显卡的一个游戏，所以如果显卡不够好的话，可能就会一直lag之类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今天有小朋友跟我讲，其实我现在好像都叫各位粉丝或各位大家叫我朋友嘛，因为其实都是这款游戏嘛，因为这款游戏就叫朋友啊，还蛮好的。然后就是现在多出了很多新功能啊，就是你活动关卡这边原本到第五这边就是最后了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朋友的爬积分塔，然后后来又多出了两个是可以挑战朋友的，还有可以就是可以跟工会一起挑战，就是工会大家如果这个都达到100的话就可以获得以下这些东西哦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跟工会一起打的东西，现在就慢慢的出现一些可以合作的东西了。你看看那个完蛋啦，哦不，各位朋友放心哦，因为这个问题寒假就会尽快解决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然后刚刚介绍到这边就是我们的新开办的两个系统，然后因为电脑有点lag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。
然后这边就可以跟朋友对战之类的。你看这边就有人被我打死啊，就被无情的调教啦、啊，然后我被别人打死，就是被遗憾击败了。那其实我也没玩过，所以我们再调调看嘛。然后好像等级差太多了，没办法 PK 哦，所以我们就你看等级差距太大，没办法 PK， 那我们就找一个跟自己等级差不多的吧。那就差不多是我135等，那我们找102等的吧。135等打102等，小 case。没玩过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 PK 模式，可能就是两边角色互打，然后时间限制之内，时间限制之内把他杀死，蛮好玩的。哪有人家一直补血的啊？哦不，五合四道，你不要一直补血好吗？然后他有时间限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限制没有打赢的话就会输。别再补血了好吗？你犯规啊！那我也要补。而且为什么他补血是无限的感觉啊？我要被打烂了！我要被打烂了！为什么他那么强？他不是才102等吗？枪枪！弹药耗尽了！警告！警告！弹药耗尽！屁戏呀！送啊！哎呦，一不小心就赢了。好啦，其实这系统还蛮好玩的耶，然后就是给你打好玩的啦，然后就真的还蛮好玩的。不过还真的还蛮难的耶，如果他子弹没耗尽的话，而且他现在所有语音全部都改成那个大陆腔了，我想调回日本，试试看能不能调回日本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应该就不用太介绍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打普通关卡，我们就搭上好了。就是你完成率好像打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帮社团拿到东西哦，这样的意思。我们来试试看。他连拜托都变成大陆口音了，完了。然后如此可见，我刚刚又宕机了，所以我们尽快解决吧。我感觉我打完一个关卡就要重新开一次游戏，这也是蛮酷炫的。好。这模式就是 Johannes 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个模式打完，应该同步率到100的话，应该就会送出参加这个关卡的那个工会成员以下那些奖励吧。然后这关卡应该就是绝对会胜利的。等一下，你要被撞死了，绝对会胜利。终于得救，完蛋了，这是大陆口音，我要笑死了。哈哈，一点枪枪，太好笑，完蛋了！一点小伤不碍事啊！变态，连变态都变成是中文了、啊，不然快笑死了！就是一般的那个关卡攻略的样子，所以不是特别特殊的，要加油哦，好。他在讲话了，拜托，我需要专注啊！一点小伤不碍事啦。好了，不碍事。变态！喂！啊，其实是蛮难的啊、哦。所以大家就慢慢攻略啊，这个只是介绍影片啊，所以是故意输的啊，因为太那个啦，好啦，大家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